他叫江湖啊。哎，他叫啥呀？Boots， 英文名啊。对，我可以摸他吗？我戴着这个手套能摸。左手抓着，抓两下。左手抓着。直接就开始学了吗？哎，好，左手扣住这个。哎，兄弟，抬跳。两手拿跳。对吧，孩儿？对。好。啊，重心坐下去，这叫后背，对，小肚挺起来，不要向后仰，直，再直，挺胸，哎，好啊。对，当他往后倒的时候，我们要就拉着就行。好，手短僵，扣住气夹，左脚抬上去。哎呦，喂，这马真高。这马好高，比你这个高多了。脚尖不要，缰绳还是要修。乔乔吧，我给送一个脚的。微微。微微，微微，迈八字，微微，把领扣。刚才放绳了，对，转身不就迈过去了吗？哎呦，然后，颠两下，颠两下以后就上去了，漂亮，快速的坐上去了，对，好的。然后那边的脚踩进去，然后缰绳赶紧就像刚开始那样正常抓好，不要抓反了，都，对，这样，哎，手。对，这样，对，记住了、啊哦，对对对，记住了。OK， 左右一样长，不一样长，你马头就是歪着的。可以往边上挪一点，对，挪一点，拉提，脚不要碰到它就行。明白。跳绳。三，二，一，二，啊，三，上。对，迈腿长，伸直，贴地，上板别踢屁股。Okay。OK， 你刚才上的时候踢到了，踢到他屁股了啊！练得很敏感的嘛，他好高啊！看这脚踩住，哎呀，我踢到他了！哎呦，对，稍微往前一点没关系。然后再一二三，走！对，对，手还是放低了。他们吃饭了吗？吃了一半。吃了不能跑，是吧？容易没吃了一半还可以，如果全吃完了，就跑不太好。没事，这也有半个小时了。对对对对，很好。吼吼吼！哎呦！太怪了，走走，他怎么停啊？你往后拉，我拉了他。好，哇哇，解压环节，可以了，可以的。拍一个给我爸看一下，我看过很多这样的视频。我也是，一般都是修牛体、修牛马体、修驴，从来没看过。这是什么？好吧，他们好吗？他会较劲儿，他是跪上去。哇，完了，原来是这样修，没得路。痛不痛啊？他在剪指甲吗？他是像指甲那样的感觉。这样牛不会痛。他眼耳朵在往前后摆动，其实就是单个一个人，对，一个人过去，快点去吧，快去吧，快去，快去看看吧。修脚，嗯，哎，别在他后面，别被他踢到了啊！啊，还踢不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是在锯吗？有
是磨嘛，应该磨，磨皮。就在指甲磨磨磨，光滑一点。这个看着真的挺爽的，真的。他好壮，跟我一样壮，我也要变成这样的肌肉。你看他的胸肌。这是腹胸肌吗？这不是他胃吗？嗯。他下面的是胸肌吗？他那个青筋暴露。你也喜欢这样？你有我青筋暴露。可爱的壮壮。到底什么是吹口哨啊？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，然后吹气，像这样吗？哎呦，哇，这像什么？打棉花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敲它打铁，它踩在上面吗？我先给大家讲一下，那个定西师刚才做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掌。长的型号不一样，每个马的蹄子的大小也不一样。刚刚定型师是为了把那个蹄铁对敲小一点，或者是撑大一点，为了合适它的脚。哦，镶进去，指甲这么长，钉子钉进去，多余的。这不会钉到它肉吗？它是直接撞洞。从那个皮里面穿出来的，再把那个尖尖剪掉，然后再磨皮。这个马好紧张啊！啊，你这个马好紧张。一堆人来看你，你过去一指。你是一堆人，还是小？一堆人看你修指甲，这。哦。小孩子，好可爱啊！他呼吸的时候，马蹄子一进水之后，它会变得特别特别。但是这个有用处的地方就是可以拿回去浇花，很多人都要剪这些多余的马蹄子回去是浇花用的。呼吸的时候很明显。哎呦，好看吧？好看，确实还不错，可以进去试试。我确实没看过，我今天看了这段视频。哎，现场看还是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嗯，确实很解压，看这个。这是他那个刀工，好热。提问：他修的时候驴会痛吗？会。给他修脚的话，驴会痛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修他又不修的驴。驴肯定会痛。他不怕痒吗？这么多苍蝇在围着他转。他就摇他的尾巴打，啪啪啪！光听这个声音都好解压呀。这样就定好了是吧？对对对。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它放下去之后，它两个是有两个结合。它踩不下去吗？哎，踩下去。然后前蹄踩起来之后，这后蹄它会不动了嘛？嗯。哦，让它稳住重心。对。哇塞！哎，前蹄抬起来，它后蹄就不动了。因为它没脚站了，这个脚没有支撑了。哎，老师，你做这个的时候有被这个马踢过吗？有，因为有些鞋就是所有的这种两级的马，这个刚调教的时候，它肯定是会容易伤人的。是不是那种第一次的话比较容易？对，马是因为天生就是很重的嘛，所以说它第一次的时候，不管是洗澡啊还是定型啊，都是一项危险。它胆小啊，它会害怕。它这个。踢到了，就是痛啊，还是说会出什么问题呢？轻的会就疼一下嘛，然后的话，你看他脚踢的下面都是有铁的嘛，很容易能给你踢骨折。因为一匹马，你想它好几百斤，重的都有。他可以给我踹飞。哦，他应该靠劲儿的力量。他腿部力量应该感觉跟我差不多粗。直接一脚踹飞你。OK， 好嘞，辛苦师傅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老师，辛苦了，辛苦老师，辛苦了，老师。那个厕所，小桥房，电脑房吗？智能管家，开灯。好了，在里面。灯光已开启。智能管家，是哪都有智能管家的。这是什么？
这个看起来小了很多，但是也挺大的了。确实，跟我们的酒店一模一样。已经是个套房了，挺不错。这边也是，整的跟个迷宫似的。我先住这儿吧。不，在我公司这儿。我想住这间。我也想住这间。是你们赢的吗？你们不是管家吗？哎呀，我才是带飞的那一个。带飞的有资格说话。哎，衣柜间呀。哇，好中式，我好怕呀，我不住这儿了。那我住这儿吧。那我住这儿吧。不要，我三个住，我们四个住。哎，这么大，还有上楼吗？请问楼上有什么？楼上啥都没有，没有东西，就一圈。这是天台。走下来看看。走下来了。就这样走下来了。没有实际性的用途。没有，也是个装饰。这句话扎心了，好听。哈哈。兄弟，你的遥控器呢？哎，各位大哥。我先装个包里了。啊，啥呀？去你房间看看。那也是我带的，我带了六个人，我所有人都带。要不然带的我，转头就带。因为你在这，我想着他是住草坪吧。啊，我不是，怕他们。我终于跟你一起睡了。晚上的分配就你自己分了哈。这好几个房间啊。对呀，这些房间都可以住，但是就看你们了。我抢一个。我把对面那个抢了。是让你们每个人扮演一个偶像剧男主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些角色，你要不要挑选一下？这个任光熙，他这个冰球服看起来也不错。虽然我不会打冰球，就是看中这套衣服是吗？可以。Hello， 丁哥。Hello。我们今天的拍摄任务是让你们饰演偶像剧男主，心里有什么人选吗？或者我们可以有一些参考给你。心里的人选，有一些参考吧。那我要放羊的星星，那我就选这个吧。好，宋老师。什么？你知道今天我们要扮演偶像剧男主吗？啊，偶像剧男主。对呀、啊，我们给你一个，你选一个。好，不知道选哪个，那就选个合群吧，因为我不合群，所以我要演合群。好，那你确认演合群哈。OK。OK。Hello， 月文。Hello。我们今天的拍摄主题是偶像剧。对，那你演的是谁呢？张某。为什么选他？没有看过，但是我想演。为什么呀？就是想演啊，因为很猛。对，因为很猛。Hello。今天我们要让大家饰演偶像剧的男主，那我们这里有几个角色，你可以选一下。那这样看来，我还是最喜欢江直树哎，觉得他有一种角色代入感，我就喜欢这种一身制服的感觉。好，现在我们拍摄主题，小兵你已经知道了。是，就是。扮演一个角色嘛，然后我选的是金粉世家的那个金燕西，然后我去了解了一下这个角色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，所以说我觉得就选他了。对。 Hello， 贺老师。 Hello。 你现在已经在做妆发了，那么你想必知道我们今天拍摄主题了吧？偶像剧男主特辑。对。那你演的是谁呀？就是这个名字叫做徐泽亚，他们跟我说这个很帅，就一看我这个气质就是一个霸总的气质，我就选了这个角色。注意形象啊！
这么快啊，蹬手是心动的感觉，感动。联合新冠。哦，吓死了。表演一下偶像男主其中的一个特点吗？打球，他不玩别来找我。多金，多钱霸气。壁咚吗？这个是。对啊。还有吗？标志性动画。你抢。博哥，你能给我表演一下偶像男主应该有的特点或特征吗？博哥，我身上没有带这些优点吗？就是动作。壁咚是吧？还有呢？小宋老师表演了一个多金的，就是很有钱的这种。让卡三十八吧。哇！这是一张银行卡，里面装了500万，那你刷吧。现在就是分配自己的角色，然后自己拍摄吗？当众表演，当众表演吗？当众表演。来了，给你背一下词，还要背一下。我们这个不需要背词，背一下词，来吧。张哥过来对词了，我们来围读来。你演黑魔仙吗？我演。来来，起来起来。起来就从这开始。你想演哪个？我都 OK。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啊。吴金云，神经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少爷，你不要白费力气，我欠你。
太久了。你已经是我的人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。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死啊！步惊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双少爷，小兰，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。小兰，小你也来了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古拉拉，黑暗之神，库斯卡拉，超级黑魔宫，游乐娃子，谁当游乐娃子？我不要你死！继续跟游乐娃子，谁演黑魔仙？另外一个人就演四个。你不想演刘能吗？都行。啥意思啊你？我自个儿收拾你，都背负你是啥意思？我们俩就不用按照这台词。我还觉得从这儿开始。从这儿吗？那就。对，你得去边上去。也边上去啊！我去。然后。没了。巴啦啦能量，撸他了。魔仙极光，古娜拉黑暗之神，乌森卡拉，超级黑魔宫。啊！我们这是一个动作戏啊。对啊，我是要设计点动作。啊哈哈！我的天！小兰，你见识了黑魔宫的厉害。等死了吧！啊！黑暗之神，你游乐娃子，游乐，你偷我，你偷我，你偷我！等着瞧吧！演员要加入自己的小巧思。这前面是吵呗，说什么？怎么着你？啥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自个儿收拾你都。你我告诉你，一个人收拾你就够了，你信不信？我告诉你啊，一个人收拾你就够了，你信不信？吹吹你！闭上嘴。走，咱俩再跳。小样儿。我就开始练，他怎么练的来着？你就随便跳嘛，你跳一跳就，你先练，你练好了我再来，你就自己在那跳吧，你就随便跳，我就说我的词，然后一脚踹倒你。哼，小兰你也来了，哼，我连你一起收拾。啪啪啪，能量吗？啊？啥意思啊你？魔术？告诉你啊，我自个儿收拾你的。古纳拉黑暗之神，乌斯拉，你能打服了你？超级黑魔宫，信不信你？超级黑魔宫。吹吹吧，你发啦能量。魔仙保护，走走，咱俩等一下。小兰，你先出来，你先见识到我黑魔宫的厉害，等死吧！先拖，拖一拖，你说刘能，你给我出来，刘能，刘能，你疼我，就绕一圈吧，就绕到这儿来。你就想要，我就你给我滚下去吧。可以，随便啊，他怎么跳？你就随便乱跳嘛，你跳跳往我这边来。你现在你好了，我在整你。你雷吧你！孔子，你不能死，孔子，孔子，你不能死。云少爷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就是我的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不让你死，我不让你死。步惊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信念感呢？为什么还在笑场上？还没开始演吗？好。
卜金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云云少爷，我对不起你。不要说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我自幼为婢。哎，我自幼为婢，然后呢？怎么身不由己？哦，长大长大后人身不由己。你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因为我现在有自己要走的路，我要为自己心爱的人而死。风少爷，风，你快过来，抓住我的手，抓住我的手。然后呢？希望我死的时候你能陪在我身边。我希望你死，希望你死。Hello。我死的时候能陪我。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你能陪我。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 ！OK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我们这边有个缺个角色裂缝，谁是裂缝？谁要演裂缝？什么缝？我们就站那就行了。裂缝吗？对，那你来，就是站那就行了。好，你就站那，然后你到时候你说你给个反应，你要给个反应，就是他叫你过来，你去握住他的手，你要往前走一步，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过来。哦，小兰去吧。行了。你站好，我再来。哎，好适合张哥啊，你这。走吧，我是跑男小哥，开始连排吧。好了，那个小哥，我家动作谁啊？我是去连排吧。是那个女生吗？他演的口吃，直接进入这个戏。综艺效果吗？他演的口吃，谁？那女的。来吧，借他们，借他们。来吧，你躺在地上吗？你坐地上吧。然后这样。流浪王子，我亲情出演，出演两次。你不能死，公司，公司，你不能死。云少爷，我对不起，我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。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我不让你死，我不让你死。傅金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要是他的，我把他。双少爷。我对不起你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自幼为婢，长大后人身不由己，身不由己。你既然不爱我，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因为我现在有自己要走的路，我现在要为自己心爱的人而死。可以了，来吧，劝架了。你来个串，来劝架，劝架了。啊，我可以劝，我可以劝。你就劝，我一脚把他给踢飞了，你说他爹，他爹劝架。你咋了？劝架，他爹劝我们家。我要说他爹，我把他一脚踢翻了之后，然后呢？你就过去扶住他的右手，然后你扶他的左手。前面还有一点。你就说他爹，然后说你不要说了，爹你咋了？爹你咋啊？嘿嘿，他爹。他爹你咋了？我是谁呀？为什么要嫁给我？我是你。开始咆哮了。然后你说，我说你去，不是啊，你反正你们俩就负责拉架。风，你跟我们俩打起来。过来，该围观住我的手。风，我希望我死的时候你能陪在我身边。你不要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可以。OK， 我觉得可以。你要打我一巴掌，滚开！我们顺顺词儿，滚！来吧，从头开始吧。这一切都是误会。误会，顾源，哦不，应该叫你顾总监。你跟我讲话可以不要这么洋怪气吗？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你省省吧。大家都冷静点好不好啊？今天在里头当着所有的人面被开除的人是我，丢脸的是我。怎么样顾总监，居高临下的感觉享受够了没？现在大家都没有错啊。生命中最重要的顾先生不是我，我想上心中金钱姐妹家人排最后一个是我。顾总是谁啊？顾源。营销是谁啊？顾源。营销了。营销。营销。营销。顾源，你还心不够乱是吧？你不知道你无辜，但捅刀子的人是你妈，
你还要给顾里陪你陪笑啊，他笑得不好看还不行，你有毛病吗？你给我闭嘴凌霄，我一直忍着不说你，你踩着火盆子耍开了是吧？得了吧你，你和你妈那副嘴脸，你再说一句试试看，你个见不得光的人还真以为自己是顾家人啊。顾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顾准，他可是顾里的亲弟弟啊。你说他说你干嘛？他长得好看你舍不得，你少把你美国那套给我拿回来。你闭嘴。哎，我还没说话呢，让我说一句好别的。别着了别着了，你冷静一下。闭嘴，你们大家都冷静一点好不好，真正大家都没有错啊。对，大家都没有错，因为错的人是你。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姐，出卖你的好姐妹？顾准，你说什么？你别骗他了，你。顾里，凌霄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他早就把我们的所有的计划都告诉了顾明，因为顾明给了钱。顾远，顾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顾准呢？顾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顾准？顾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顾准？顾远，顾远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怎么能这么说顾准？他可是顾里的亲弟弟，他可是顾里的亲弟弟啊！他可是顾里的亲弟弟。为什么？你别说了，顾准，你不了解南湘，南湘到底怎么回事？快告诉我。他说的对，我就是为了钱。南湘。南湘，顾林，走开！这词儿你记得下来吗？你们我 OK 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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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不下来 ，OK 了，我 OK 了，没事，他拿的词儿不难，你少逃不理解，不然你要记下来，少逃不理解，两个小时。顾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顾准？他可是顾林。